来看国际奥会，昨昏公布2024年巴黎奥运的男名代表队的成员，计共是有11个国家、36个运动员会参加12项的比赛哦。这嘛是史上上大规模的男名队。国际奥会主席巴赫一个点名，今年巴黎奥运男名代表队的成员名单，真侪选手听到家己当参加奥运，拢真欢喜。这款运动员是来自全世界，包括叙利亚、苏丹、伊朗、甲阿富汗等11个国家，总共36人将会参加巴黎奥运12项运动比赛，是史上规模上大的男名队。If there are these elite athletes represent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refugees and migrants around the world.Should make them very proud. 国际奥会伫咧2016年里约奥运第一遍做一支10位运动员的男名代表队参加比赛，目的是要让大家注意男名的旗队。男名队是由国际奥会为了要帮助因为内乱、战争、歧视这个无法度抵抗的原因离开家己的国家的运动员，会当参加奥运所组成的队伍。巴黎奥运将会伫咧今年7月26日开幕，塞纳河将会第一遍办开幕典礼，加铁人3项、马拉松、游泳等比赛。法国总共开14亿欧元，比加代票500亿，整治塞纳河，也伫咧市中心的奥斯特里兹车站地下起一座大型的跳水池，要收集那是落强降雨的时阵落来雨水。Donc cet ouvrage garantit que des épisodes d'orage très très fort peuvent quand même permettre, puisque là c'est l'équivalent de 20 piscines olympiques. Hein. Avec ces avancées, avec ce travail collectif, au rendez-vous, au triple rendez-vous. D'abord de procurer à nos athlètes, aux athlètes du monde entier, un exceptionnel écrin sur la scène pour la tenue des épreuves.巴黎就因为拄到真罕见的大雨，甲排水系统的闸门出问题，造成粪扫甲无经过处理的废水对河岸边满出来排水管，还佫下水道，规个拢流入去塞纳河。在迄当阵，河水内面严重两种来自粪便的细菌，水质无达到欧洲的标准。若是造成迄当阵的奥运测试赛大部分拢取消，也乎各界质疑。到时敢袂当予铁人3项加马拉松游泳选手伫咧遮比赛？这座30公尺深的大型跳水池，初步正式启用，若是到时落大雨，雨水还佫无经过处理的污水，会先流来遮，处理过了才排河内面。巴黎市长也讲，伫咧奥运进程，有可能会甲总统马克宏最近伫塞纳河内面游泳。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